因浴室征婚门而红透网络的甘露露，从最初的几乎一丝不挂出席各大车展，到在某综艺节目和母亲大打出手，一次次的挑战网友的底线。9月7号，甘露露在母亲的陪伴下现身武汉某演艺中心，以柳丁镶边墨镜、垫肩深 V 银色盔甲装亮相，气势十足，堪比 Lady Gaga。 对此有网友对其纷纷吐槽，称之为 Lady Gaga 装。也许异想天开的甘露露想成为中国版的 Lady Gaga，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，成了低俗和有伤风化的代名词。作为艺人，如果只想凭借脱和露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无限的挑战观众的道德底线，请问露露姐，你的心路想走多远呢？优酷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